所以白天给我买三明治、送咖啡、帮我打车的都是你，没错。所以你就是搬到我隔壁的新邻居。嗯。可是你为什么会突然搬过来？因为近水楼台。近哪儿啊？医院。 你一会儿少说两句啊，这个是不是急救？严肃，严肃，少吃点。我严肃，我严肃，交给我。少说两句，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谢谢。所以，这就是你送惊吓的原因？惊吓？这可是我特意准备的小权利。哦，礼物就礼物，直接送不就好了？干嘛非搞得像跟踪狂一样？ 那个便利贴、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？多巴胺分子式。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，当人脑内分泌多巴胺的时候，就代表他开心和兴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很高兴成为你的邻居。下次有话请直说，不要打哑谜。 这个汤也太好喝了吧，温医生，你这手艺真的是太好了，是想以后成为一个居家型理想男友吗？嗯，可以考虑。哎，那你什么星座的呀？这么浪漫，双鱼。天蝎。天蝎，真爱生命原理点。不不不，哎，天蝎挺好的，既稳重又有想法。你上升是什么呀？你查户口呢？我问问怎么了？ 哎，你爸妈催婚了，你对女朋友有什么要求啊？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我不想回，我还喝了。我看你不但吃饱，而且很撑。本来想带给你的，拿好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自己。谢谢，温医生实在是太客气了。真是服了你，又吃又拿的。 温医生这个人吧，虽然有点理工直男的审美，但手艺还是不错的哦。还行吧，虽然他这个人表达方式有些奇怪，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把你放在心上的哦。别瞎说。说认真的呢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是个好医生，也是个好人。那你们俩有没有这个的可能啊？什么的可能？你手抽筋了吧？ 别装傻呀，当然是在一起的可能了。果然，吃人的嘴软。我认真的，什么多巴胺呀，什么成为邻居很开心呀，我看他分明就是在借机会跟你表白。啊，爱情的味道，你歇歇吧，我们才认识多久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我不信。 那你好好给我回忆回忆，你们俩之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情啊？来，让一下，别动。我是大人律所朱派的实习生，请多多关照，我叫从容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一会儿摔倒了，我可不给你算功勺。 其实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暗恋他几十年了，只可惜一直求而不得。我管的是你，不是闲事。想看看你会不会心疼。 柜子里，你自己找吧啊！早啊！哪个柜子？你跟温医生上班去吧，不用管我啊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早啊！
早饭吃吗？接下来的剧情我都帮你想好了。早上上班假装偶遇，顺便送上爱心早餐。好吃吗？好烫啊，味道嘛，怎么样，跟门口大叔五块钱煎饼还是有差距，你有空跟他多学学。医生，你今天不开车吗？这么巧，我今天也坐公交车上班。好，那一起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太急了。刚吃完早饭，站着有助于消化。王医生，你下次还是开车吧，公交车不太适合你。我没地方扶手，你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好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